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你有二楼、三楼怎么做？来这边，假设我先用这个为主哈、哦，这个为主，那我们把它往后推点。假设我一楼这边这个已经做好了，那要增加楼层在哪里？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叫做平面图的地方哈、哦，或者是在这个空白地方按右键，都有一个东西叫做增加楼层，有看到的哈、哦。那如果你要增加楼中楼，就是下面这个，在相同高度增加楼层，这叫楼中楼，哎，叫楼中楼哦。所以我们先用标准的增加楼层，所以你可以按右键增加一层，有没有出来了？多一层了，哪里会不一样？上面这里不一样，不过他们的那个命名方式有点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。他们我们的第一楼它叫楼层零啊，然后再上去就楼层一这样子。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的命名方法，你就在这边兜两下，有没有这个？你就改成一嘛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好，你说哎，这是一楼，我就要叫一楼，这里我要叫二楼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那一个楼层预设的高度也是什么？250公分，好，250公分。那它的楼板，它有楼板的厚度哦，有没有发现这有楼板厚度是12公分？所以整个的什么？整个的那个楼高是262公分，这样没错吧？250加上那个厚度嘛，好，加上厚度，所以它整个楼层是像这样子。那哎，有了之后，你就是完全空白的喽。所以这个树是归楼下的，那这边呢，你会看到像这样灰灰的，这个就是楼下的。好，那你在上面就是完全空的。一般来讲，当然我们楼层在建的时候，它会有个延续性嘛，所以你可以把楼下的一楼的东西把它复制起来。比如说像这样子，我就把它怎么样，用框选的，从外面这样框起来，有没有？这样连地板都选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我选到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一下咯，复制，然后到二楼，我刚刚没有改成二楼，二楼好，我就直接贴上就好，它会在原地贴上，对，贴上，没有过来，我刚没有扣到，再一次，好。把它复制到二楼的地方贴上，有没有过来了？你看一下我们下面这里哈、哦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安尼有两个无？去老祖就近的啦。好、哦，那当然这个地方不能有门跑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样会掉下去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从这边把不必要的删掉。可是当你一楼已经摆了很多家具，请问我这样一复制会不会多很多？多很多要删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找左手边下面那一个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。你看哦，如果你的这个模型已经很多了，我从这边，这边是包括一楼、二楼全部的。可是这样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哪一个放在一楼或二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那个栏位叫出来。你看，在上面这里我们按右键。哎，不不不，在随便一个按右键，来，空白的地方按右键，有没有一个叫做可见列？你加。有没有叫做楼层？这样有看到的哈，可见列楼层，我把它勾起来，你就知道这个模型它现在是在哪一个楼层。这样有没有分清楚了？但是我绝对不会叫你这样选，因为要排序一下，所以你点到那个有没有过 Excel 不是这样按吗？一楼的有没有都在一楼了？二楼有没有都在二楼了？再有没有一次选起来？所以你今天，但是它只会显示那个家具的部分，就 3D 模型的部分，地板跟那个什么，跟那个墙壁是不会在这个清单里面的。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叫墙壁跟那个地板？哦，因为它不算家具，哦，不算家具，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删掉，这样我的楼层这边就是干净的咯，就是只剩下什么，只剩下我们的那个墙面跟地板，有没有？这样有了解的哈、哦，哎，所以要做二楼。就很简单啊，请问要做地下室呢？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游泳池啊，要挖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试看看，好了，好，来这边把它往下拉。好，我们再增加一个楼层，这时候增加楼层就从这边直接加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我要做地下室。好，地下室就来喽。地下室要摆在哪里？摆在一楼的下面嘛。所以呢，它的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要变成什么？负的。有没有发现我变负的，它就知道我要放在下面。了解了哈，
也往下挖嘛，往下挖就负的，但是好像不用那么多吧，挖到262就好了嘛，就多一层。好，你看地下室这是就空的，所以我把那个游泳池有没有掉到全部里面，游泳池好像这个你就可以摆进来，这样摆进来你回来上面这里看，哎，它我看一下哦，太下面了，这个应该悬空高度拉上来一点，好，拉上来一点，你可以点到这边哦，先关。哎，那我就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我进地下室的时候，我一二楼都看不到？有没有发现好像这样在调整不方便？哦，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，你可以在下面这里按右键，空白地方按右键，有没有叫做显示所有楼层？预设的话是你点到哪一楼，只有那一楼以下的看得到。好，哦，以下的看到，我把这个点一下，有没有全部楼层都看到了？这样我再来调整那个高度的时候，我就比较好调。哎，因为跑到上面来，有没有？在这边，我的悬空高度应该是在零的时候接近。哦，在这里，有没有这样上来了？你是不是就可以放在地面上的？对不对？我在地下层，在一楼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，它真的有挖下去的。游泳池本来就要深度的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没有深度的怎么可以？好，哦，像这样放下去，是不是就看到了？所以你记得这个就点两下就好了。你重点是什么？高层啊，就那高度的部分，负的就会挖下去。那，啊，请问一下，会盖楼会不会拆楼？啊？有看到减号吗？我只看到加号，没看到减号啊。请问要把楼层删掉怎么办？后悔啦，啊！早知道钱没那么多，不要盖那么多。来，你就再按右键就好了。看你哪一层楼要删掉，就直接删除那一楼，有没有？这样会的吧 ？OK 哈，所以这个是增加楼层的方法，好，给各位参考一下。来，还给你。